知道，陆之昂指尖下的音符也可以浪涛飞舞，他们既让我激动自豪，却又让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紧张。到底谁是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？没有人知，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天空发。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，又长成熟，又长大。